嗨，苹果嘉儿，这是你第一次办音乐会吗？是的，不过这其实就和办牛仔大赛差不多。另外，多亏了碧琪忙里忙外组织摇滚音乐会，是有一支提音乐节的观众络绎不绝。子曰，苹果嘉儿，云宝，燕琪，柔柔，翠龙，碧琪，那是我。朋友们，你这是怎么了？有个天大的好消息，保证超出你们所有人的想象。是吗？说吧，碧琪。那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难办，但我还是想办法请到了全小玛利亚最大牌的明星作为有意之提音乐节上的特邀嘉宾。蓝宝石秀儿。蓝宝石秀儿？拜托，他才不是小玛利亚最大牌的，他只是第二大牌。我请了举世无双的唯一的科罗拉夫人。哇哦，科罗拉夫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气得我头发都直了。Faithful and strong, sharing kindness. It's an easy feat, and magic makes it all complete. To have my, do you know you are my very best friends? 碧琪，那位科罗拉夫人到底是谁啊？啊，我不是说了，她是全小玛利亚最大牌的明星吗？你怎么会没听说过她？不知道，不过我小时候倒是有个叫科罗拉的朋友。如果那个科罗拉和这个科罗拉是同一匹小马的话，是不是很巧啊？你现在是想告诉我你认识科罗拉夫人？我不认为会是同一匹小马，我朋友可不是什么尊贵的夫人。记得她的可爱标志吗？当然，那是个彩色的乐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香蕉吗？哇，这是谁啊？简直和我朋友的一模一样。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请他来做嘉宾到底费了多少周折吗？很多周折。他是一匹高冷小马。不，他是这个我很能理解。要知道作为艺术家自然有很高的标准，这是很正常的事。我想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拉拉他和我一样很接地气的。拉拉，我觉得那名字太长不适合他，所以我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拉拉。我们在夏令营玩得很愉快，拉拉很好相处，冷清的就像同一棵树上的苹果。后来为了夏令营晚会，我们还特意排了一首歌，记得演出时他大放光彩，唱得动听极了。 Equestria, the land I love.Flag does wave from high above for pony kind to see. Equestria, a land of friends where pony kind do roam. They say true friendship never ends. Equestria, my home. 哇，这是好听，好棒，真好听。夏令营结束后，一开始我们还有联系，后来就没了。记得拉拉一直想去马哈顿干一番事业，不过高冷的歌手，你就等着瞧吧，等拉拉到了，你就知道他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不用等了，他到了。真的。拉拉，科罗拉夫人，清场，后退，放好你的蹄子，尾巴别乱甩。不，不，
不是他。嗨，记得我吗？那年在夏令营，我给你起了绰号叫拉拉。佳儿，对，你好，拉拉。飞吻。哦，你居然得到了克罗拉夫人的飞吻，看呢，我看她一定很喜欢你。飞吻，飞吻，飞吻。是啊，我很喜欢。对，这才应该是你的出场方式，高调、冷艳、豪华、光彩夺目。虽然中间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瑕疵，就是你和那匹乡下小马的互动。我是说，你真的认识他吗？哦，对，他是我儿时的朋友佳儿，他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拉拉。好吧，这名字真是平庸。而你另一个名字是我开始叫的，夫人。看看从此之后你在小玛利亚的名气，天哪，所有的好事全都归你了。话说回来了，都这么久了，碧琪在哪儿啊？哦，我就是碧琪经理先生。从彩虹瀑布进口的水呢，快拿点给克罗拉夫人喝。好的，我准备了满满20瓶呢。难道我没有和你说过所有饮品里面都要放进吸管吗？我想你没有，但是你非常早孕，我收藏了很多很多吸管，我把这根叫做费尔南多。哼，在克罗拉夫人开始彩排之前，我想还是有必要让我们来先确定一下你是不是备齐了夫人需要的其他东西。好，请吧。来自皇家坎特洛特花园的鲜花，古斯塔大厨做的巧克力泡芙，水晶帝国运来的水晶，另外还有樱桃朱比利农场的红色樱桃。确认完毕。好，克罗拉夫人，东西都已经按您的要求备齐了，接下去我们就开始排练吧。你看到了吧，高冷吧。比奇说的对，我认识的拉拉可不会一直戴着面纱到处敲飞吻图章，要求喝进口水，还要把红黄色樱桃分开。这个我很能理解，朋友的改变让我们难以接受。他完全改变了，相信我，待会儿看了他的表演之后，你一定会觉得难以置信的。说的对，真是难以置信。哦，我的超级大明星，看看这闪亮的服装、华丽的编舞以及绝妙的音效，而这些都是我设计的。当然，你的表演看上去也非常精彩，克罗拉夫人。哦，谢谢你，斯凡格。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他并不是真心在表扬拉拉，而是在夸耀那些他夹在克罗拉夫人身上的华丽噱头。哦，不不不不不，你不明白，苹果佳儿，想要做出那些东西并不容易，少了他们，克罗拉夫人的表演就会失色不少。要我说，没有了这些未必是坏事。如果这边没什么事的话，我想尽快回车里休息，斯凡哥。实际上，下面是你和学生粉丝的见面时间。这样啊，好吧，夫人，你还是回车里面休息吧，这个就交给我来打发。不用了。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和学生粉丝见面了，学生们见到你一定很开心，拉拉。
各位小朋友们，时值有一支提音乐节，我会举办一场歌唱比赛，优胜者将会在明天的演唱会上和我同台演出，你们高兴吗？好，谁还想要一个飞吻？我这个才像是我记忆里的那个拉拉。我已经满足了你所有的要求。可是那是给克罗拉夫人的，而这是给我的，听着，我要的是上等的燕麦。哦，好吧，小马谷有很多美味的燕麦。我可不会用这些东西来喂鸡，我要的是顶级的苹果鲁萨的燕麦。算了，既然我们周围有这么多的苹果树，那么就给我500个剥了皮去了壳的苹果，记住，24个小时之内就要。这怎么可能做到？你是不是想让克罗拉夫人退出你这穷乡僻壤举办的小小音乐节？这个我能做到。苹果夹，斯凡哥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我听到了，不用担心，过一会儿我就去和拉拉谈谈。你都看到了吗，姐姐？这位就是你曾经提到过的妹妹吗？等等，等一下，姐姐，你曾经和克罗拉夫人提到过我？加尔写信和我说，她有一个很棒的妹妹。好了好了，你们去玩吧，小朋友们。嘿，拉拉，我能不能和你谈谈你的经理啊？好啊，他怎么了？那个，你和学生们见面时，他向碧琪提出了很多无理的要求。斯凡格他作为我的经理，工作很卖力，在演出期间，如果他提出了一些要求，我认为并没有问题。可是他和碧琪说，如果办不到的话，就让你取消这场演出。你认为他这么做也是没有错的？什么？可他知道每场演出对我都很重要，取消演出会毁了我的形象。但是我感觉斯凡格他根本一点都不在乎你的形象，你的事业。你的感觉错了，他一直很维护我，很支持我的工作。你说这些是因为妒忌我？妒忌你什么？妒忌你躲在面纱后面，任由别的小马操控你的生活？不，我可不妒忌这样的拉拉。我不再是拉拉了，我现在是克罗拉夫人。虽然我们两个小的时候的确是朋友，但是早就已经有各自的生活了。我到底该怎么办？他一直在操控他，可他却浑然不知啊。行了，别说了，快笑吧。抱歉，碧琪，我想再去找一次拉拉，我绝不允许斯凡格那家伙这样利用他。嗨，克罗拉夫人。哇哦，加尔，你怎么改口了？这是你现在的名字。你和学生们在一起时，我看到了真正的你，但我也知道某匹小马并不希望你干这些事情。别再说这些了，拜托了，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证明我说的是对的。好吧，你打算怎么证明呢？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你就能知道斯凡格那家伙到底对你忠不忠诚了。斯凡格，斯凡格，你在哪里呢？我在这儿呢，有何吩咐啊？我正在考虑取消那场为学生举办的比赛。取消？这实在是太棒了，我一直在等着你取消那场没有意义的比赛。你确定？每回演出你都要举办一场这种比赛，但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对我为你塑造的形象一点帮助都没有。就这么决定了，取消吧。碧琪来了。我在，先生，有何吩咐？对于演出我们要做一些小的调整，跟我来。取消那场学生比赛，然后再为我准备一次水疗，我不用花时间给小家伙们排练了，终于可以放松了。你明白的，没有苹果，夫人就不会参加音乐节的演出。哦，一切都已经办妥了，克罗拉夫人，比赛取消了。你明白的，没有苹果，夫人就不会参加音乐节的演出。原来你一直在我背后搞鬼。是啊，没错，那又怎么样呢？怎么样？
你利用我的名声来威胁那些小马为你办事。要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很多，这些都是应该得到的奖励。但你也不该恐吓小马说，不满足你的私欲我就不参加演出。我从来不会那样对待粉丝的。思凡哥，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不可能取消学生比赛的。哼，这场音乐节演出和学生比赛让我看到了那个以前土里土气的你，而不是我一手打造的克罗拉夫人。这只能说明你不了解真正的我。哼，真是可笑，是我让你成为了超级明星，没有了我你能做什么？我们好聚好散吧，克罗拉夫人，祝你好运。哦，拉拉，我非常抱歉，今晚的表演没有问题吧？当然，没有问题，演出一定要进行。我的天哪，真奇，思凡哥说的对，这会变成一场灾难，而我会出尽洋相。我想和他单独谈谈。好的。拉拉，你怎么会出洋相呢？之前一切都是思凡哥在管，灯光、音效、舞伴，没有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好了，别紧张，放松一点，拉拉。斯凡格把你变成了科罗拉夫人，假装和你是朋友，是想借你的明星身份得到好处。但真正的友谊不是这样的，而是帮助你的朋友找到真正的自己。拉拉，你一定要相信，当你做回自己，才是最闪亮的明星。来到友谊之体音乐节的开幕式，下面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开场嘉宾科罗拉夫人。虽然这是一首老歌，但是今晚它将不同于以往，就像我拉拉。什么意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刚到友谊之体音乐节时，甚至是之前，我都忘了自己是谁。幸亏有一位老朋友，他提醒我真正的友谊是什么，而且他还告诉我，只要做真正的自己，就不会有错。在此，我准备了一个惊喜，想要送给他。苹果莉莉、甜心宝宝、醒目露露，上来。A land of harmony, our flag does wave.
high above, for Pony Kind to see.